但是如果你是一位公务员的话，你在里面你一方面你要面对那一些不是说全部啦，那一些说要看你的颜色才那个党的颜色啦，我讲不是皮肤颜色，党的颜色才可以上任，才可以上位的第一方面。另外一方面你的工作其实是可以给承包商做了，第三就是你的工作也给承包商也给这个精英的团队做了，那你要做什么？你剩什么来做？ Number one, there's no building of capacity， 工作都给别人做吗？Number two， 你这样的话，说我的工作是什么？我很流利的，我的工作就是填缝啊，帮我填缝。因为怎么样也好，这个承包商也好，精英也好，你要通过我的哦，因为塞是我嘛。但是你们拿钱啊，但是你要经常说嘛，你填缝，填，变成很厉害填缝。So become the bureaucracy, what we call bureaucracy, the process, you know, because their job is to take care of the process.So I feel we have to remove this toxic environment.